黄河诸子冠军正义发配信的礼物领取啊，古代梦妖。好了，这里 stopping 起来。这个活动很短很短啊，现在是5月5号下午4点钟左右，有一个韩国直播公开的2023年南韩冠军正义发配信码啊，领取时间截止到5月7号的晚上11点钟啊，现在5月5号到5月7号，那就是3天的领取时间，很短啊，这个可以争相转发一下啊，转告一下这个50级的红球贵重球正义发，配信码987WETHSPECS， 放在画面的上方，特性古代活性，钛金属性妖精，配招暗影球，魔法闪耀月亮之力10万伏特啊，携带道具讲究眼镜，然后有2个奖章啊可以带啊，不是闪光的正义发啊，闪光正义发绿色的有点丑，这个原版的古代梦妖还是挺好看的啊，有看到的小伙伴记得领取一下啊，五一假期一下就结束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呢啊。